你们要记得这一点，我是红变态，我不是为了要很强我才开直播的，我玩天堂宴只是想要玩自己想玩的，并不是说我要打赢谁或是我要买什么账号让自己变得多强，想要玩这个游戏，想要自己成长起来的感觉。防200没有没有，防200不重点，是减免，你转水转地会掉减免，减免是重点。然后我、哦、靠杯啊，这个是猛的猛的猛的啊，你打错人了，来个穿脱，没办法穿脱。国父跟丁丁订很大订单，没有很大订单、啊、国父退更很久啦、啊、而且我跟你讲哦，200房跟230房差很多，你差这个区间很关键、欸、靠杯啊，怎么会这样子呢，会这样子呢啊，我一直分心啊、欸、到底我想问一下，你们真的觉得那个灵魂屏障很好用吗？欸，灵魂屏障一死就磨干欸，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我不学的原因之一。我不学是因为我不想要第五子技，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干死掉之后磨干，他妈的好痛苦啊，没有转回来会死，转回来更难打，因为污水是打狂战唯一之道，狂战太强了。好用，真的好用吗？干，我怎么现在没杀到半个人？干，我今天欸啊，我认真了，我认真了，认真了，我现在还没队长，有点丢脸了，我要退一点，等一下被拉过去。哦，没杀到半个人，这边都大只佬是不是啊？干，该队长了吧？有了，我真的，我不骗你们，我没有学屏障，我的血量5600的血量，我们现在第一名的狂战，他可以一套把我带走，只要他亡命拉到，再接个满晕，一套我直接5000滴血就没了。真的遇到课长就这个差距啊，所以不要再说我是顶红了，离顶红还有一大一段路啊，我只是个非洲红变，是我错觉吗？我真的觉得污水很难上到人呢、欸。呜呜呜！我被他打！哦，看看看，快动！我动！我操你妈！啊！不要不要！真的很软。哎，水妖就是不能装逼啊，因为你扛不住了。200出的房跟220以上的房被打，真的是有段落差。哦，已经被污水到了，还想装逼？干，污水到也不掉血。哎、欸，拉错人啦！你们拉错人了啦！干哭啊！哦啊！灵魂屏障。灵魂屏障救命，灵魂屏障，哇，你拉错人了，改魔又干了，他妈灵魂屏障真的是个垃圾啊，哇操，哇、欸、技能学了可以遗忘吗？技能，我觉得我学这个技能好痛苦啊，这个灵魂屏障一死掉复活我就跟个大便一样，然后我又没有三颗星的回魔超慢，那200绿币好像不适合我这种等级啊，那个学灵魂屏障的都是要够大只再学会比较有帮助，我太小只了，我是说我的机体，不是说小丁丁太小只，是说我的机体。为啥学那招？因为不想被一套带走。我知道对方可以一套带走我，我今天才学的，不然太可怕了。那个亡命拉过去之后，撞撞撞，我就死掉。而且就是如果真的狂战，他的亡命跟撞是可以像骑士的那个靠北被封印，像骑士的那个金晕加紫晕一样，如果你接得好，他的间隙是只有一秒，很短的。如果你接得好顺的话，他可以接很近。他这样子其实来回一套我就掰了。哇操！哇，这个队长在嗜血狂杀、欸，这次打不赢的啊！不要、啊，灵魂屏障救命！灵魂屏障救命！干！妈，垃圾灵魂屏障又没魔了，又没魔了，我又没魔了，怎么会这样子？哎、欸，怎么会有灵魂屏障之后死这么惨呢？哦 ，Mothers call me。啊，我现在还没是团长哎、欸，现在六区好难打、啊。哇操！我被打，打错人了，打这两只有点浪费时间，不要换个。哎、欸，灵魂屏障，灵魂屏障，救命！灵魂屏障，灵魂屏障就是个垃圾啊！我今天的阵营战的感受程度好差、啊，今天这是一个不友善的阵营战。干他的！我良心奉劝啊，打碧姬妖精千万不要去学灵魂屏障，除非你是为了转职洗紫技啊，不然真的不要去拿这个技能。如果你已经紫技四招了，就不要再搞这招了。哦、我又被精准了，我又被精准了，一尾金爽梅，射爽梅啦，精准我下去吧，四团长，看两团过来嘞，啊，我又没摸了啊，好可怕，贴身保镖，哇，这狂战，狂战是不是没有被污水？污水中了吼，污水中了吼，哎、欸，拉错人了，懂吗？哎、欸，魔法屏障！哎、欸，灵魂屏障！灵魂屏障！救命！灵魂屏障！救命啊！哎、欸，穿脱一个穿脱，没事没事，穿脱我穿脱了，穿脱了，没事没事。我目前还没有像金旋风那样子靠灵魂屏障保命过。我认真讲，
目前的灵魂屏障还没有救过我的命，但金旋风他是被灵魂屏障救过很多次，但我没有，我都是被灵魂屏障害死。海蛇，你敢跟我斗灵魂屏障？救命！灵魂屏障，灵魂屏障，干妈，好可怕，随时都得靠灵魂屏障救我。你不要哭喊我，不要干，我怎么激战你在那边跳框框，我不能按补血哦。这个杀虫你也太雷了吧。我们冷静一下，我们先把魔洗高一点。哦，绕丹，绕丹中，我们只能抓绕丹的。哇，这个绝品，这个绝品有点不是时机啊。娘娘请安。哎呀，我们总算勉强成为师团长了。今天的阵营战有够难打，不要再打那只金密人了，那只打不死。打蚂蚁妈妈，杀虫救了我一命是吗？刚刚杀虫差点把我害死吧。哎呦，大妈妈来了，大妈妈，这大妈妈射爆他老妈。我们今天正面撞有难度了，直接撞他老母，全力输出他老母。他们知道，哎，看我被谁打，刚会痛，哎，谁打我？哎哎，我们放个水之珍珠缓补一下。我今天应该连前20名都进不去吧，前30名可能都有问题啊。哦，我被打，哇，这个经济经济妖，你射爽没？有个竟然有经济妖，他奶奶的经济妖，破散攻击，哎，打错人了。你打错人了，你打错人了，蜈蚣，哎，没没屏障，灵魂屏障，灵魂屏障，救命，灵魂屏障，灵魂屏障，横竖都是死，一个死得有魔力，一个死得没魔又没尊严，到底为什么要，我为什么要学这招？干，浪费我的名誉币啊！你不要再呼唤我了。哎，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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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等一下，灵魂屏障。干，又没魔了！我操你的，又没魔了！我刚刚我的魔才刚洗满，干，我不想一直洗魔啊！为什么要一直让我洗魔？我操你的！我今天的阵营战是我转妖精有史以来体感最差的一场，我从来没有打得这么有气无力的。哦，我帮你，我帮你，我处理。红变洗，干，红变台阶可怜，还只能洗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红变已经可悲了，已经 perfectic 了。哦，你们打，你们来了，来了，后面背后背后有鬼，背后有鬼，背后有鬼。这什么？这个绿色的泡泡是什么？绿色泡泡台。对，这是个移民 N 加洗魔 N。你以为是远攻 N 吗？错，是洗魔。我们的功用只剩下洗魔了，今天让你们看到妖精洗魔的效能有多高。马拉萨，哎哎哎，不要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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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洗魔，我不想洗魔，不要打我，我不想再洗魔了。今天加了洗魔，对，我们今天教你们如何洗魔妖精。哎呦，我们被打妈妈了，我们的妈妈被打了。啊，过来。哇，金变妖又要洗魔了。啊啊，我他妈又洗魔。我叫第几名？55名啊，看今天有一半时间在洗魔啊，我的感受程度零分。哎哎哎，我怎么飙到金迷人了？打错人了？改水的问题吗？没有，是本身你本身机体就要够好了，因为水妖你就是很不坦嘛，连前50都没有。好啦，我们今天阵营战让我体验到了我有史以来直播洗魔洗的最勤快的一次，一直在洗魔。黄仲出来解释一下，你今天叫我学灵魂屏障，你是何居心啊？你到底为什么要害我？Hello， 大家好，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记得帮我订阅、点赞、加分享，期待日后能带来更多悦耳的打击声。我是丁丁，我们下次再会啦，拜。